完成道路300克的面粉，600克的水，把它搅匀。鸡胸肉一小块，把肉拍松弛，切成长条，放入碗中腌制，放盐、胡椒粉、料酒，腌制15分钟。调好的面糊放入电饼铛中，煎成薄饼。腌制好的鸡肉蘸上鸡蛋液，再裹上面包糠，油烧热，放入鸡肉下锅炸，炸至金黄，捞出，饼上抹上番茄酱，放一片生菜，放上炸好的鸡肉，胡萝卜丝，喜欢黄瓜也可以放上黄瓜丝，把它卷起，这样就做好了。再见。